好，我是宇文。今天运动了吗？今天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行程，就是我大概从开始爬山，所以大概也是两年前吧，就知道这个点。然后常常看到网红们去拍，非常的漂亮。对，就是明月线。明月线就是位于阿里山的游乐园区里。那你可以从早坪车站开始走，走到石猴车站，然后大概全长是9.8公里。对，所以来回的话是将近20公里的路程，可是它是平缓的，但是有部分路段是崩塌的，那个路段是比较危险。可是也是因为这个地点有开始爆红了以后，现在听说有蛮多的环境问题，所以我也觉得应该要来亲眼看看。然后当然是希望大家爱护森林啦，就是不要说台湾的地方这么漂亮，然后当有人经过以后踩踏以后就被破坏，我觉得这样很可惜。对啊，就是无痕山林这件事情是大家一直很需要去认识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来去看漂亮的风景。好，走走走。保留区需要申请，所以我们也是有事先申请才进来的，要记得申请。申请的话，每天上限是500人。我们今天有背弓，就刚刚背弓在默默的在那边说，为什么今天一人不用背包包？他在偷偷抱怨。难道明月线不用带装备吗？哦，我刚刚要说。我们刚刚在早坪的时候啊，遇到一个大哥跟大姐，然后他们就很兴奋的跟我说：“哇，我这两天都是看你的脸书哎、欸。”什么？我就跟他说谢谢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所以你们今天要来明月线跑步吗？”我是有这么恶名昭彰吗？我们也是有这种轻松惬意的行程好吗？就是我要现在要走一个能动能静的路线，让大满足大家所有的胃口，然后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各个不同的地方，因为都有不同的感觉。都很好玩，大家都可以尝试。反正人生嘛，就是要多尝试。然后只要是在你觉得身体负荷范围内的，我都觉得可以值得试试。那个就是玉山，尖尖的那个。玉山南峰。现在是那个第二个隧道，然后第二个隧道它其实蛮长的，中间你可以看到，现在就是一个大崩壁。现在为什么那么亮呢？因为我们有四个灯光。对。对，不然其实这边真的很黑，所以一定要带。灯就是头灯啊，或者手电筒的灯要有，然后你就会从这边爬过去，然后就又会看到另外一个隧道口，跟着走。哇！就是再钻下去这个洞口，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隧道口，可以看一下现在这边的景，你整个在山洞里。慢一点，因为你没有看到路。
好啦，我们去前面拍张照。好啊，那你跟我们再走一走。Every time I spark a conversation, they only seem to lie. 异形电影动的吗？勇者，它是行动的冰箱是吗？没有、哦，不是吗？行动的家。被那个可以来跟我旁白。哦，可以有。他们不讲话。大家没有回应你，你看看，大家一起没有理你啦。嗯。对啊，这个时候就看得出友情的厚度跟深度了。好啦，我们赶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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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线这个名称是从什么来的？明月线，对，它就是一个日本的佛寺，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后字批上去，又找我。好了，什么河谷佛寺？秦山河谷。如果我讲对的话，你就把这句话剪进去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对，你懂的，我懂。就是他那时候来勘察地形的时候呢。就是觉得，觉得这个地方很漂亮。然后数年后，他再过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是因为日本日据时代的时候有做很多的开采嘛，然后他就觉得物换星移，物换星移吗？对啊，好，对，没有用错成语，对，没错，好，好，他就很感慨，然后很感慨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首诗，然后那时候"绵月"这一词就是这时候在诞生。然后诗的内容是什么？我背不起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后置。我也是，我知道，我懂。我们后置在处理。他就是看到我们那些很高大的那些树木，那时候就觉得很漂亮。大家可以想象吗？失眠的月夜。对对对，失眠的夜晚。站在这里，现在我们已经到那个石猴车站，石猴车站在我身后，那个 看似废墟，确实也是废墟，它只剩下一个遮雨的功能吧。我要跟大家讲说，明月线这个路是非常的平缓，然后只有有些镂空的铁桥需要注意，因为那真的有些地方是比较腐朽的，那就走的时候要注意，不要顾着滑手机。再次呼吁大家，无痕山林要落实。这个无痕山林包含说你的果皮、茶叶蛋壳这种你以为会腐烂的东西，都一定要带走。然后接下来还有大家很容易忽略的，你的上完厕所的卫生纸，拜托你要去上厕所的时候顺便带着一个塑料袋，把你的卫生纸也带走，因为那很可怕。因为我刚刚就有看到一些卫生纸在那个比较隐秘的地方，就知道大家那可能是大家上厕所的地方。对，因为户外比较不方便，我也很清楚，只是说卫生纸记得带走，这是很基本的尊重山林的方式，也是尊重彼此。好，那透露一下，明月线附近还有一条步道也很棒，然后这两条步道走起来的感觉不太一样，虽然说都有森林铁道，但是那种感觉完全不同。好，如果想要看我们下一条步道的话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或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沧桑感，可是说到好，好，没事。